那时我告诉我自己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，由衷信念化成追着梦的渴望，无数日夜颠倒，独自流下的眼泪，汗水都会在身体里逐渐成长，变成宝藏。今天是高考第一天，放松心情，勇敢面对，给最好的你祝福，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，加油。